Hello，我是姚石。最近我在剧组拍戏，然后说实话，香山这边真的是太热了。然后趁着休息时间，为了给自己好好降降温，我也要挑战一下最近很火的摸冰挑战。来，上冰！春雪多么甘心，你爱他就去亲吻他，你爱他就去亲吻他，你爱他。听，所以刚才我的挑战成绩是27.88，真的还不错。刚刚摸冰时候，我整个人瞬间凉快了很多，甚至声音凉快的有点失控，所以。快快快快快，和我一起来参加京东家电清凉节的摸冰挑战！微博带话题"全民摸冰领消暑补贴"，秀出你的花式摸冰视频，还能领家电百亿消暑补贴哦！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多冰。